从今以后，你我恩怨两清，再无瓜葛。 子夜，别生气了。子夜，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，我每次都想逗你开心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最后就都搞砸了。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，行吗？ 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件很想做的事情，但一直都不敢去做。我给你买了一把小梳子，但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给你。 我知道你脸皮薄，我要是明着给你，你肯定不会接受的。要不这样，今晚我把这个小梳子放在你的枕边，只要你明日头戴发梳，就说明你也心有此意。要是没有的话。 就当我今晚什么都没说过，你看如何？子夜，那我过去了。 睡着，我就把梳子放这儿了。
有人来了，快灭火。冯老爷，这一路上啊，我们都听您的，不住客栈，专找这荒山野岭歇宿。现在雨大，这有间破庙，不如进去歇脚避雨，再走也不迟啊。只管带兄弟进去看看。是。老爷也太霸气了，像这种破庙，怎么可能有人？哎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走，进去庙里看看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当家的，让兄弟们进来避雨吧。好，你在这儿看着，我去叫人。是。冯老爷，冯老爷，里边检查过了，没人。好，兄弟们，进去歇着。兄弟们，抓紧吃，吃完了好赶路。方老爷，这么大的雨还要赶路？雨再大也得走，咱们这个地方离大陆很近，不能图一时的安逸，最后把命给丢了。奉天南，胡飞，冯天南，你一个人的错，要杀要剐，你朝我来，求你了，要我儿子一命。他是我冯家的一脉单传，小姐你能放他一马？爹，你要是死了，儿子绝不独活。你说什么混账话呢？爹，大侠，求求你了，就给孩子一条活路吧！啊，我求求你，我爹，饶命。你当初饶过钟阿四一家了吗？钟四嫂是不是也如这般苦苦哀求过你？你饶过他的孩子了吗？小三小二不比凤一鸣的年龄还小，他们何其无辜，你给过他们机会吗？大侠，是我方天南对不起钟阿四一家，今天我就自行了断，省得看着我儿子死在我面前，我会更加的悲伤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爹，大侠，求求你了，
求求你了，给我儿子一条生路吧。儿子，你别先走。你子怡，你干什么？庙堂之内不宜见血光，还不快滚！早点啊！为什么拦我？为什么不能放过他们？我要给朱四叔报仇！真格的，为什么？我自有我的道理。你那是蛮不讲理。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现在看清我的真面目了吧？子怡，把事情说清楚，然后再走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好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原本就打算等你睡着之后走的。我师父说过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现在我终于明白，如今境况皆是我的报应。胡斐，从今以后，你我恩怨两清，再无瓜葛。正在念往生咒，超度孩子亡灵。您一夜没睡了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
我知道，昨夜是我错了，是我不该对你出手相向的。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原谅我这一次行吗？子怡，你回来吧，好不好？子怡，回来吧。负责圣手吗？为什么治不好？夫人，他连日积郁成疾，受了很大刺激，所以动了胎气。这又加上腹部碰摔，这。掌门，你要去哪儿？这是。将，将，将，将。糟了，不会是局长苗人凤了吧？
别装了，我知道你还活着。严掌门，多年未见，别来无恙啊。这次找老朽，所谓何事啊？我要你杀一个人。这杯，拜谢诸位的莅临。恭贺陈掌门荣登圣上坛。干！干！我太极门源远流长，本可成为武林担当，可惜历任掌门求稳延绵为限，以致门徒集齐，却日渐无光。前任掌门吕希贤前辈，此番亲自传位于我，再三叮嘱，务先光大广平太极一门。在下担此重任，既喜且忧，深恐有负众望之计。京城传来消息，朝廷为褒奖在下在大帅府尽职多年，已然发出天下掌门人大会的请帖。太极门双喜临门，扬名天下，指日可待，我等再贺。再贺！诸位同喜同贺，今日务必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！干！哎呦，凤老大。陈兄，哎，李明，哎，嗯，那这边，哎，嗯，叫陈师伯，哎，侄儿拜见陈师伯。哎，免礼免礼免礼，凤老大，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如此狼狈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犯太岁，阴沟里翻船。好，走。这世上啊，只有我最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恨苗人凤。你恨他就如同我恨我那个师兄一样。30多年前我被逐出师门，后来又遭师兄一路的追杀，险些就丢了性命。是你救了我呀，我才得以在这偏僻之地。你要记得就别这么多废话。我肯定帮你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别把我当成你养的一条狗。这次他必须得死。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在研究一种叫七星海棠的东西，能够杀人于无形。这么多年，我给了你这么多的银子，就算用银子来堆，也给堆出来了吧？天掌门，你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走。哎，天掌门。这就是七星海棠啊。七星海棠乃至阴之物，只有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方能促其发芽。发芽？是你瞎了？
还是我瞎了，一颗发芽的都没有，这些年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哎，师父在海外偶得七星海棠的种子，多年研究也未能培植成功啊。最近呢，我才发现，只有用这腐蚀之水浇灌，方能促其正常成长。实不相瞒啊，此番抛家舍业北上，只图一个安全，可是那个小子阴魂不散，一路的尾随呀，才使得我们如此的狼狈。我特别想知道，是什么样的小子，竟能把您凤老大逼到如此地步？陈兄，这件事儿我不想说，啊，省得给您添堵。啊，陈兄啊，你我之前生意上往来的银子，给我备一些，此番北上急用。好说好说，我会找人安排。多谢陈兄。陈兄啊，治国您就多照顾了。你的兄弟便是我陈某的兄弟，分内之事。好，治国，在这儿好好养伤啊，等我的消息。傅老爷，保重。傅老大，贤侄，一路保重，咱们京城再见。后会有期。走吧，去。啊，治国兄啊。替我照顾一下江湖人士。是。这个奉天男竟然被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野小子逼得抛家舍业，这事要是传了出去，还不得成为整个武林的笑柄？这回凤老大在江湖上的名声可算是完了。是啊，这回不管他做什么也都矮人一截了。就算他奉天南再落魄，也轮不到你们两个看不起。是。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更何况，他在佛山经营多年，江湖上颇有人脉。李林兄，小兄弟。我看这儿如此热闹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们陈掌门新晋掌门人大宴三天，宴请各路武林人士和百姓。原来是这样。哦，对了，小兄弟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着一身紫衣的姑娘？今日来的武林人士众多，少侠不妨里面找找。啊，多谢。来，帮少侠把马牵下去。来，多谢小兄弟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谁来了？追凤老爷那小子。给凤老大报仇的机会到了，我来对付他，听我安排。是。这位少侠，您坐这儿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多谢赏脸，多谢陈掌门，多谢各位，多谢捧场，恭喜陈掌门，多谢多谢，来里面请，多谢，多谢多谢，恭喜陈掌门，多谢各位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各位。少侠，在下陈宇，敢问这位少侠怎么会坐在这里呢？啊，多谢陈掌门的款待。我在寻找一位走失的朋友，恰巧路过此地，多有叨扰了。哎，少侠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今天呢，是在下双喜临门的日子，这外头呢，都是宴请诸位乡邻的，武林人士都在里屋。来妃，
赶紧带这位少侠去里屋落座。不必了，沈掌门，我还得寻找我的朋友呢，就此告辞了。哎，正所谓相起不如偶遇，如果少侠看得起我们太极门的话，就请赏脸去贵宾席喝上一杯，陈宇将不胜荣幸。那就恭敬不如索命。请请。来，少侠，快里边请。兄台，就我一个人坐一个雅间，这不合适吧？少侠多虑了，这都陆续来人，一会儿这就坐满了，而且我们陈掌门亲自过来作陪。来，您请坐。兄台，你是否有见过一个穿着一身紫衣，腰间带着一条银鞭的姑娘？少侠不必着急，一会儿我出去敬酒的时候帮你找一下，找到之后就告诉你。来，您先喝杯茶。当年我和师兄同门学艺，一天晚上师父讲到什么是天下剧毒之王，什么鹤顶红、孔雀胆都不是最厉害的，最可怕的就是七星海棠。师父说七星海棠的根茎和花叶都奇毒无比，经过炼制则无色无味、无影无踪，就算是再精明细心的人都无法提防，不知不觉便会中毒。他还感慨，幸亏这七星海棠难以培植，否则呀，这天下绝无太平。有人吗？快放我出去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暗算我？小子，省省吧，喊破嗓子也没人理你。就这么一个小子，奉天南真的是老了。奉天南，混蛋！有本事真刀真枪给我干一场！玩银子算什么本事？说话！师父，这小子该怎么处理？反正他也出不来，就让他在里头待着吧。
怎么也被陈宇关起来了？我叫胡斐，太极门的人和奉天南沆瀣一起陷害我，我中了他们的奸计才调到这儿来了。啊、哦，原来你不是太极门的门人。不是。多谢。看样子前辈被关到这儿有一阵了，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，为何被关到这儿了？本人孙刚峰，即将继位掌门人的陈宇是我的师侄。前辈是因为不同意他做掌门，所以被他关了起来。到了这里想要出去是难比登天啊。前辈，既然您是太极门的人，一定知道出去的方法吧？知道又如何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您要是知道办法，您可以教给我啊，我学会了不就能带你一起逃出去了吗？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？不容易也得想办法。前辈，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吧？好吧，你跟我来。好。在世间。